接着天气都转凉了，你怎么睡在地上？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哎呦喂，疼死我了！黄一平平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不怕他打工就放狼咬人，不小心那些才出炉的狗粮都被抢光了。那今天不就白干了？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，我好饿啊！姐姐，这还有点面包，你先吃着。好多了，可是接下来怎么办？赚不到钱，我们就回不了家了。我就不信平平能一手遮天，卖不成狗粮就做别的。小弟，我们走。姐姐，我们现在只能选特工了，虽然难度大，但是赚钱快呀。那就选特工了，快点赚够钱，快点回家，免得夜长梦多，坏平平又要做妖。特工，别把好事告诉老大这消息。老大，我打他的粮，决定打算做特工，请问要怎么处理他们？当特工，看来他们是想找点刺激的，那我就让他们更刺激，去帮我把那玩具长枪拿来。老板，我要当特工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报名费一共20块。报名怎么还要钱的？爱给不给，不给就到一边凉快去。别打扰我招人了。给你给你，钱也给了，不知道有什么任务让我们做。任务是有，不过接任务也需要20块手续费。什么接任务还要钱？最后的钱都给你了，快说是什么任务吧。死亡森林最近被一群恶狼霸占了，有人出大价钱找人清理，小狼10块，狼王100块。对了，这两把武器是送给你们专门杀狼的。还送武器，这还差不多。小弟，我们走。死亡森林真是这了，果然被狼群霸占了。不过这些狼怎么这么像坏皮皮养的那个？姐姐，你还在发什么呢？这么多狼，我们发财了。小狼们快到碗里来。小弟等等，切我一下，这武器是假的吧？一点伤害都没啊！